大家好，我是小林老师童趣乐园教育工作室负责人林维倩。您现在收看的是 Mom TV。一般呢，我们在选书的时候，父母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有第一种是没有先阅读就随意抽选。第二种呢，则是我们只讲自己觉得轻松容易的绘本。第三个则是不小心把自己的 OS 给说了出来，例如这本书好难看哦，哎呦这本书太无聊了哦，画得好丑哦。另外呢，就是当孩子如果选了一本书要邀请您来跟他分享的时候，爸爸妈妈尽可能要去完整的满足他的探索欲望，这一方面呢让他觉得受重视，另一方面呢会让孩子更喜欢阅读，增强他的兴趣，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身教示范。那么选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呢建议爸爸妈妈能够先阅读过书本再来跟孩子进行共读。为什么呢？因为书的里头会有一些讯息，它的价值观以及它的文字是否适当，图画会不会太过暴力，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重视的点。那如果它不符合我们的部分，那一定要尽可能不要让它出现在我们家中的书柜当中，以免我们的共读会造成会有负面的情况产生。那最后呢，我们如果在饭前或是吃饭前或是睡觉前要跟孩子共读，尽量要选择的书是比较温馨的啊，比较平和的。至于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去处理他的纠正他的一些行为或情绪的部分的绘本，那就最好选择在他们情绪平稳的时候再开始跟他共读哦。